咁咧就而家好似我哋有叫做輕國傷嘅人士，簡稱咧就四個字輕傷人士。咁咧就如果英文咧，其實都有分兩種，啊一種咧就叫做 HIV，另一種叫做 HIV，咁兩種。咁有啲人咧就會話其實咧 HIV 嘅輕國傷人士咧就。7月24号，7月24号，24号，8月1号。
八月嘅20号、9月1号、9月5号、9月8号、9月15号、9月16号、9月20号、9月28号、9月29号，又系啱啱嘅。